的我。哇，小燕子，哇，好大，好大，好大，哇，这么大！你是谁呀，仔仔？哎，他激动我了，他激动，他激动，激动，他激动，激动！哇！哎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你叫阿奇吧。小爱吃。哎呦，他刚生下来，五十天，五十天。嗯。他吃什么？爱吃。混世魔王。那才有土狗的风范。太逗了，长这么大会儿。哇，她好漂亮，好漂亮 ！H 现在手感更好了，抱着可瓷实了。她到底是谁呢？欢迎我们的神秘嘉宾！哎呦我的妈！哇！我们选对了，小 H 长大了。耶！走，走。你是谁啊？羊啊，我知道他是羊，他眼睛本来就这样吗？是啊，这鸡都没弄明白，羊又来了。哎呦，怎么还弄了羊来了？这个咋办？愁死我！你叫点点吧，因为他头上有个白点点，你叫点点吧，好吗？点点，这个小羊就叫天霸吧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出来，那狗，你别吓唬人鸡。什么？彩灯。彩灯。彩灯。你彩灯，彩灯，你长大了。彩灯，你的火眼睛很漂亮啊，彩灯。哇，好可爱啊！哇，哎呀，好可爱啊！谢谢老板了，照顾不好我们就再给他送回来，管他叫彩灯，彩灯，就跟歌迷会似的。我接谁呢？这是。大华来了，大华接机去了。哦，那里也有。嘿，你们去哪里啊？大华来了，大华来了，举灯牌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哦呦呦呦呦。H， 你有一个朋友了。你有妹妹了 ，H。好帅呀、哦、哪来的绅士狗狗 H 呢 H 那鸡特别怕狗 H 哎，一个好好的狗一天到晚想着鸡怂死了你 ！H 这个没出息的就敢惹鸡，两只羊出来了，远远的看了一下跑了。